收看歌唱大比拼，又到了我们歌唱大比拼的游戏了。来介绍三组朋友，第一组就是杨丽珍、林彤。哪位啊？李伟登。好，哎，你好，哎，这位就是我们的歌王王德远。还有谁？我是张志俊。哦，很小声啊，再讲一次。张志俊。叫张志俊。张志俊。俊。哎，这一位是上一次输了，这次报仇来的潘美辰。别躲了，潘美辰。哎，还有这位，还有冯胜天。啊，欢迎欢迎。我都听不到他的名字了。哎，那么这个游戏大家都非常熟悉哦，因为都玩了很多期了，就总共分成两个回合的。是的，那这三盏灯呢就代表 A， 哎，唱不停 ；B， 歌词接力唱 ；C， 点唱了。是，那每唱对一首歌呢就可以获得十分了啊，就是不可以用手摁，大家都了解了吗？都清楚了哈。是的，那王德远呢？哇，听说他很多啊作词作曲的作品都还没有发表哦。他也是创作歌手，哎，你创作了很多首歌，可是还没有发表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不会借这个机会发表，不用怕。哦，发表没有关系。我们是跟你说，你借这个机会可以吗？我们是要告诉你，如果你要借这个机会发表一下，也可以啊。哎，那好。潘美辰呢？他也是能作词哦，作曲哦。哎，太神了。那有没有还没有发表的歌曲呢？没有发表。还没有发表的歌曲，都在家里的抽屉里面的，有没有？没有，都发表了。发表哦，那下次他又在绞尽脑汁在做多另外一首新歌。是的，那杨丽珍呢？等一下，待会儿如果唱不出呢，可以唱大戏。你姐姐是杨丽花喽，好。哎，你错了。他姐姐不是杨丽花，他姐姐不是杨丽花，没有关系的。Sorry， 是玫瑰花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讲这么多了，等下又说错了。好了，我们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游戏了。我们先请这个杨丽珍，我差点要讲杨丽花了。杨丽珍先开始，先开始按钮是不是？不可以用手掌。嘿，哎，好，看你摁到的是什么？接力唱，歌词接力唱。哎，来起来，请站过来这边。我唱我的新歌，歌词接力唱。计时一分钟。等下，我们计时一分，不用讲，你唱你的新歌哦。我们都知道。好，准备计时一分钟开始。无情的爱，太多无情的逃避，倒不如埋葬我们的回忆。一天的晚风，在咖啡店里偶然看见了你。你的一切我了解太多，你的花心有太多的传说。说什么山盟海誓，说什么永远在一起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你说我像云。云和呀云和。啊？何必孤独？何必孤独？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山野。月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，唱首情歌给谁听？不知何处放自己。够怀旧的，因为爱你，所以我要远离。离地上有位姑娘悄悄跳下山。哇，你看够怀旧的，来点掌声好不好？哎呀，你要是黄花。哇，王洋总的一条船。杨丽珍，时间到了，最后一首不算了。哇，太好了！看他唱了几首歌，哇，他唱了12首歌啊！120分给怀旧组合，好啊好啊，来，好，到你了，王德远了，这是相形见绌，德远小弟弟，哎，到你了，到你，加油加油，他一定加油的啊！喂，哇，他不要踩坏了，等下没得玩了，点唱，真的糟糕了，哎呀，来，我先来，两位站起来，来，我先点。好，点唱了，容易的啦，你先开始点啦，计时一分钟开始。一场游戏一场梦，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，一再注意我眼睛。大家可以点啦，哎，爱要怎么说？爱要怎么说？爱要怎么做？一件伤心的回忆，再见伤心的回忆 ，Goodbye to my sad memories， 告别所有的回忆。什么鬼啊？这什么？我的歌。再见再见。再我点 ，Call on me Singapore。Count on me, Singapore。哎呦，哎呦，两句，你重复我讲的话。Stand up。等你等到，即便你我都情愿。等你等到我心痛。等你等到我心痛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等你等到没有。一姐妹。情像草原广阔。晴天呐、啊！哇！晴天呐、啊！晴天呐、啊！齐全。啊？晴简。哎。齐全，快！啊，请柬呐！来，出价！出价！这个啊，出价！这个，如果你是我的传说，如果你是我的传说，让他天长地久。OK，
只见到、哎、没了，哎呦，好紧张啊！这个点唱，看他唱了几首歌，唱了80首歌曲啊！他们这种点了什么歌曲，不懂有没有害你啊？我都不晓得是什么歌来的。是的，对，这个好了，现在轮到潘美辰了。潘美辰，谁来按？好，看看按到了什么？唱不停，唱不停，唱不停，哎，这个是最拿手的了，唱不停，好，准备计时1分钟，开始。我曾经亲爱的你，为何不见你对我钟情？不要走，不要走，请你不要走，我不在乎你冷冷的眼，像是窗外飘来的雪。你就是我唯一的爱，你就是我最后的爱。哇，这个是 non-stop 的，不可以一个人唱到完的。冬季到台北来看雨，谁的眼泪？一人唱一首。我不在乎你的，你一首歌就唱了12秒，哎，不想做一个人，爱个10年、20年也无缘。为爱情让我那么痛，在你心上过夜。够了，唱两句啊！欲罢不能要爱上你，欲罢不能想要把心整个分给你。你就是我唯一的爱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什么两首歌连在一起、啊？早已习惯一个人。啊，人能不能让我再次开口？能不能让我对你说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明了。我在你心里的东西，过去了。世界所有的心都拥在一起。这个、我想要一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。快，剩下5秒。给我一个梦，写不完的你爱，写不完的你。好，没了，唱完了。哎，我们的时间也到了啊。这两位是来打歌的。最后一首歌还有算了哈。啊、哦！来，我们看看潘美辰的积分。这个就是1分险胜而已啊，没有关系啦。我们还有第二回合，对不对？还有 second round 啊，来再来。